龙口门水库周边有几十个村屯。刚才是从村屯那边过来，我现在是在这边有个叫莲花山花海，一个小的花海。离石头口门水库大约能有4公里左右啊。我发现这边有个楼盘，这个楼盘呢盖的古香古色的，它这个建筑风格也不好说是什么建筑风格，是这个唐朝的这种吗？中国唐朝那种，反正是很气派。刚才我看了，这是一个住宅区，非常漂亮，从远处看非常漂亮。就是新农村如果将来是这个模样，那就是很好了。但是这是个商品住宅楼啊，也是对外出售的。左边右边都是，这边这个区域现在建的差不多了，那边那个也是框架楼刚建起来。一会儿呢我从上边我看一下这个楼盘能有多大，但这个房子确实是很漂亮。现在就是看啥，就是说石头口门水库周边有这个环库的公路啊，周边可以绕环库公路，有很多的村屯，然后还有这种，现在是在靠外围，就是有这种。一个小区，也是跟这个小区是配套的。它这种古香古色的，刚才我已经说了，说不清是哪个朝代。看那个大建筑，总感觉好像是秦朝那个风格，大秦帝国嘛，是吧？一种大宫殿的感觉。在他这个售楼处转了一圈，刚才那个售楼小姐跟我说。这些建筑啊，它属于唐式风格，唐朝吧，是不是？但是从外表看，确实挺大气，里边就是小房子了。Thank you.
I don't know if it's dream or reality, 'cause your lies end.